来，请赶快入座。我即马要上课的部分哈，要甲各位上的，就是讲做一个领导者。当一位好的领导人，要有什么样的特质？当一位领导人，台湾民众的领导人本身的气质要有一些什么东西，你才能够当一个很好的领导人。在我要讲这个意见，因为在座各位拢是台湾民政府后摆政府的官员，当然咱的内底可能有很少数是要参加议员的迄个职前训练的。你伫报名迄个时阵，你要填的，你不要填错了，因为你比电脑都比咱够甲你改啊。哦，你要弄清楚，你是议员呢，还是内阁的，你要写好清楚。啊，若袂晓的，你问人。我今天要来讲，怎么样当一个好的领导人。我伫要讲的以前，我要先借两个美国的总统所讲的话。第一个就是现准时美国的总统奥巴马，伊讲一句话，伊讲进步的第一个要件，要进步第一个要件是啥物物件 ？Change， 改变。你要进步，就是要改变。台湾民政府要让台湾进步，就是要改变。台湾民政府要让老百姓过较好的日子，就是要改变。我感觉伊讲啊真好，进步的第一个要件就是 change， 改变。第二个伟大的人，就是诺贝尔去被暗杀的甘乃迪总统，伊讲一句话：你莫问国家替你做什么代志，你爱问你家己替国家做什么代志。你不用问国家替你做什么，你反而要问你自己，到底你替国家做了些什么，你替台湾人做什么事情。所以你可以来做领导者，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这个领导者的特质。台生要和我们各位说的，就是利用美国的总统这两句话，让我们大家做参考。做一个台湾民政府的领导者，第一，你要有家己有这个坚强的信心。就你今日你伫台湾民政府，你就对台湾民政府这个法律，你要有信心。这个信心一定爱让你家己知影，就是讲你的目标要很明确。你唔通袂记得你入来台湾民政府初期，你所想的雄心壮志到底是什么物件？你自己本身，如果你有了坚强的信念，安尼你做代志才会成功。今日台湾人无法度成功，台湾的地位行未出去，就是因为伊的信心不够啊！信心不够，就是他的论述是错误的，错误是。伊个论述，你像台独个论述，凊彩人家点了伊就倒啊，拼三四十人，台湾的地位赶快无变，反而更退步。伫这个时阵，袂晓想讲，免咱来改变。所以要做一个好的领导，这样第一项就是你自己本身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心，目标要很明确啊，不要忘记你本来入咱这个组织。你上台想要打拼，要做什么代志？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做一个领导者，你一定要有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你自己就是说不求人，你不用等代志人拜托，你若要拜托别人来做代志，不可能。你要自己本身就能够解决你所碰到的问题。警察都要帮你讲。咱即摆有诶州内底，哦，你讲啊，你不要去受训呐、啊。
中央哪边活动，你不要去参加啦，啊，自己训练就好。听这番话，你也跟他相信？你自己怎么参加？你自己怎么样来训练你自己？不可能嘛！团体的，大家人能够大家解救会，互相让来研究。啊，台湾人坦白讲，仍然有一些很少部分的人，一件少部分人，自己本身会读较无够。你无够，无要紧，要从别人换个 QQ 来，这是真无好。台湾人这是属于中国的文化。中国什么文化？就是讲，伊家己要升官，伊将伊个领导啊，将伊个长官啊，讲伊个歹话，看伊个态度爱换伊背起来。日本人是毋是安尼呢？日本人是安怎？这个领导者，伊改恶路。在别人的面前讲，哦，我那主管，当然啦吼，你要做一个主管，你家己以身爱作则啦，你家己爱做好。所以我们家常在讲，你若有食薰习惯呢，尽量爱改；你有食槟榔习惯呢，爱改；你有跋筊诶，爱改。这种不是很好的东西啦，因为执政这个代志是非常严肃，不是讲你轻轻猜猜，急着要做官。No， 不是这样子。执政是一种政治上管理众人的事情，这是政治。你要插政治，你今日进入来内底，你插政治啊！你都要做好你家己，做一个好的模样，和别人拄到问题，爱家己来解决，不求人。这是做一个领导者的第一个要，第二个啊，要件，第三个，当一个好的领导人要有慈悲心。你要有同情心，要有同理心，为百姓设想，安尼你才会有智慧。你的品性要优良，你要有公德心，要有公义心。那这几点哦，看起来敢那是咧宗教的大师的讲话，还是牧师的讲话？不是，是台湾民政府秘书长的给咱人交代。你做一个领导者，你要有慈悲心，看到代志，你要有同理心，要有同情心，为百姓设想，这是非常重要。是咱台湾民众所有的人的座右铭。爱记得，你要有智慧，啊、哦，所以你的品性要很优良，品性不优良很不好。例如，咱的咖啡厅，咱的饮料。无人看，人有人规规矩30块落嘞，才拍开摕一个饮料。啊，有人想讲，我都无人看，我甲落10块就好，会使哩无？当然会使啊！啊，你家己的良心嘛。啊，你有真济人哦，良心是经过10、20年哦才发现嘞。我坐火车逃票，你有看哦？足济人经过10年、20年哦，啊，才寄一个几万块去哦，铁路局讲吼。啊，我都已经走一摆票哦，走20块啊，我寄10万块给你补上。迄良心哦，经过20年才发现的。啊，所以你唔能讲过20年了后，你再来随便人家有先生讲，啊，我以前喏，啊，摕一罐饮料60块尔尔。咱即摆买迄个泡面啦，啊，真好啊，顶回哎，讲你泡面哦，迄个滴吼。不是那个茶滴叫你吃吃怎么拼掉呢？吃吃的吼，你不要洗没关系，你慢慢给它放在里面，放在旁边，让那个我们的志工同志也替你洗。还不是那个滴，不是要叫你吃吃怎么拼掉呢？啊，不是要做礼物才拿回去呢？啊，再来，你现在在这对不对？有一个有三件东西给你，一个枕头套，啊，一个棉那个被单，啊，一个棉被单有没有？那个不是纪念品诶，我跟你讲哦，前两期我那听到东西嘛，足欢喜啊，摕到讲哇新的呢，欸，我不爱用，我摕等下出来做纪念，不可以，你若要摕会使哩无？会使哩，讲买就好啊。你去大饭店，啊，有诶碰大饭店，含迄个面皮拢摕到等于因兜呢，啊，有诶足贵诶，含冰箱拢感冒无得。啊、你不能笑，中国人常常都做这款代志，不可以哈、啊。
虽然东西，咱即马吼，这几天甲尤先生要求诶，每睡一次，遐被单呢，拢马上送洗，安尼较卫生啊，敢毋是？有滴，咱家有滴改善，有滴进步。啊，但是有诶人嘛真贫惰呢，迄枕头哈、贫惰不透，就安尼困。啊，反正明仔载还佫治啊，麻烦啦，爱用啦，好不好？你来做你来用不要紧，好，不过是讲第二天爱讲治好势，啊，最后一天呢爱集合起来，可以来送洗。日常生活的习惯可以看出来每一个人他的心性。我无甲你骗，我常常有当时啊伫这个所在拢点点你看，有真侪事我知，但我不爱讲，我想来点点你看。就是讲，这个人到底这个人，如果他去当政府官员，是不是对我们的百姓会有好处？因为我有责任，要替咱台湾的下一代找出好的一些领导人。所以特别讲，你若总是话的时阵哦，你会觉得说，这两边的肩胛头啊非常沉重。虽然特别讲啊，我是毁誉啊。不记啦，因为我家己知影我伫做啥，我家己知影讲，那拄啊好，即上天华发现即条的法理，啊，而且美国国甲我讲，你只要照即条路直个行去，你就会达到你的目标。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是万万想不到，对台湾人这尼啊皮，假皮的。啊，嘎嘎 A 哦，阿妈我让叫会假啊，会假我跟你讲一句话，你要能够被人家领导，你将来才会被领导人。你爱心我都好，别人跟你领导，然后你只要我都去领导别人，你一定要会记我讲的这句话，这非常重要。第四点，这几个台湾民政府领导人，你要有判断的能力。什么叫判断的能力？遇到事情你要看观察，来，第一先观察，观察以后你要思考，到底谈下来要修，什么事情都不要太着急，慢慢来，观察思考以后该系统化，把精力系统化以后呢，你才将所有发生的事情该做结构性的分析。结构性的分析以后，你也让做一个总整理，总整理以后，你就知影讲你边啊去做开才会工课。所以要有判断的能力，你做一个领导者，观察、思考、系统、结构、整理，同个这个整理里底包含分析，你才知影讲事情每一步要怎么样去做。第五点，每一个领导者，尤其是咱台湾民主，你要有宏观的智慧、观念，啊，个培养你的气质。你常常有当天看到一个人，查甫查某拢无要紧，你看到一个人，人伊咧讲话，哎，足有气质。这个气质，这个物件，唔是你当用假，你就自然你会流露出来。我相信你，当你看到一个人很有气质，你会觉得很羡慕，同时你会想跟他当朋友，这是真好啊。所以我咧讲就是讲，我鼓励咱所有的同心，你诶这个心啊，一定要扩大，要能够容纳。所以一个咧，台湾民政府是，我们不是蓝军，我们也不是绿军，我们叫做台湾军，所以。今后咱像请到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来遮演讲，国会咱阁会请，你会感觉讲非常深绿，还是深蓝的人来演讲。但演讲的时阵，我都甲国语讲，有当时啊吼，你们问的问题啊，不要太过于意识形态化。例如，人立法委员来遮演讲，竟然甲问讲，啊，你是咧做什么立法委员？啊，遐尼啊乱。喂，
啊，你来做地方顾问，你会什么型？你当然咱的议员班啊，啊，我心内你想讲，要许我你问这款问题。啊，你来做议员的时阵，会安怎会什么型？你免忙人的代志，你爱先家己内内心爱先家己检讨你家己。你做议员，你做议员的时阵，你会不会跟现在今天这样一样？今天一定乱的嘛，是安怎？因为整个的社会无价值观嘛，整个社会是一种的矛盾之下的社会嘛。台湾的国际地位还没有达到正常化，而且大家人生活在矛盾之中，好像对又好像错，你永远搞不清楚。你这个时阵，你太别乱，对不对？所以这个乱是有道理。但你讲嘛讲闷啊？你是做什么里外委员？拜托哎。咱去请人来遮演讲，是要知影讲他的经验是啥物物件。啊，你要做一个立法委员，是要怎做？我们要吸收他的常识啊，吸收他的知识啦、啊，来变作咱的常识，变成我们的知识啊，而不是说叫你去讲指责啊，讲问讲啊，你什么时候要加入台湾民政府？我还混多样。我明明直接就跟你讲，我不要卖在那三里乌白门。你若这插伊，要当时要加入，哎，我因阿要讲要加入，阿要来做你的领导人，你袂无？你个无爱咧，对不对？啊，你无爱，你改讲，啊，你来不要加入？咱已经人数剩无几个，这期的高级班够百几个，啊，那恁剩的吼，剩六百几个尔啦，很快就会接近了嘛。啊！你敢问讲啊？你要不要加入台湾民众？伊讲未，未啊！你变嘛？你爱伊来做你的长官吗？我看你不一定会呢。你的心胸没有那么大呢，干不是？点点就好了嘛。要加你唔加你，是伊家己去做决定嘛。咱即马对咱只有一家人，他要不要加入台湾民众，他自己做决定，你免甲勉强。我跟你讲。那有100%的把握，我们一定会执政。你何必去管别人要来不爱来？你点都爱管讲，有一天咱执政哦，外人会甲你吐槽。哎，你要做偌久？干不是？啊，到迄阵你要安怎？我之前甲你讲过啊，有一句话你会当用的。我们是革命先行者，就老蚵仔就对啦。啊！迄当阵，我咧拍拼，你伫倒，即句话你会当讲。迄当阵吼，足寒，哎，足热呢。七月的时候，我们坐在这边考试呢，好难哦、喔，那个考试题好难哦、喔，无遐简单呢，干不是？所以，你一定爱心胸爱阔，爱想较远呢。你想讲，你听今日执政，往你的边的人开始跟你吐槽，我跟你讲，你要做偌久啦？好啊啦，换我啦啦。到迄阵你要干咩？要换因？要无？当然嘛无爱。你讲你袂做，我比我较好，我做真好，我继续甲做落去。所以你即马今日你免去甲伊挑衅，哦，你免去甲挑衅，因自然爱离开，中华民国早晚一定爱离开的。在今年裡面沒離開不算你，因為影片都出來了。美國製造這些影片，說你用佔領的地方不能叫人去做兵。但以前我在上課說叫人不要做兵，這個說的時候大家都覺得很懷疑，怎麼不用做兵？現在人美國的影片都出來了，每一件事情我講過的每一件事情通通一一兌現。不是我教啦，但是我教读册，我引起看有，我能够吸收重点，所以美国敢讲国防部啦吼 ，USMG 的机械单位啦，因为哇，你们这个研究团队一定有100个人以上，我是啊，你哪知？懂我这实际上的情况，我自己心知肚明。你看我哪有法度讲每一天听我一篇文章，直直发弹，直直弹弹弹。
是怎我哪有法度？因为我老早有足侪文章，我拢写一半停嘞，写一半停嘞。啊，即摆落尾若较有闲的时，今日想着要完成，啊，今日想要完成，所以就很快。我所有想的这论述，是拢每一种角度，我拢有想，我足很周全。所以连你美国，你国防部，你都找不出我的缺点。咱都要做个这点。咱台湾人头脑未比美国人较差。上个差，咱台湾人上个差一点就是，台湾人的嫉妒心太强，不能看别人好，袂当看别人好，啊，改欣赏。这台湾人做袂到。但是我希望咱台湾民政府以后的人，咱要改变我们的心态。人别人好，甲讲好；歹，甲讲歹。稍等下，我有三个故事要甲恁讲，恁就知影讲咱台湾人和美国人的不一样的所在。第六点，每一个领导者要有坚强的智囊团。咱请滚秀，我规定你们要找八位的军务委员，这个八位的军务委员就是你的智囊团。你的副州长，每一个副州长，在座的副州长，你嘛赶快，你要找八位的智囊团，你的身躯边，这是叫统计学上面讲的。当你有七位或者八位的智囊团在你的旁边的时候，最能够把事情检讨的非常的彻底。所以在阁员，你唔能想讲，干你一人。你要去赴任，你温室的我跟你骗，你一定要有你的智囊团，你要有阁员，因为咱在座各位拢总共款，拢是素人，素人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普通人，阿边来接政权，多么危险！所以一再强调，你要找八位。一样跟你一样来受训，啊！你卖讲你找来，人去给你考滚秀，啊！你就该嫉妒，因为鼓励比较强的人嘛，干不是很好啊。过来第七点，我们要拼百姓的需要，听好清楚啊，不是听百姓的意见哦，我们要听百姓的需要，然后要听专家的意见。啊，这个这点吼、哦，来恁头拢压起来，唔通误解哦。秘书长讲，我们要听百姓的意见，我不听听百姓的意见。百姓的意见十个大概有九个是错的，十个有九个是他自私自利的意见。我只是说要你听百姓的需要，百姓需要什么物件，你去甲做，啊，要哪做，你就听专家的意见。这里千万你们去痛对哈，凭百姓的意见是不对哦。百姓的意见，我跟你讲，真侪拢是自私自利，顾伊家己的啦。啊，你要画这条路，卖为弯道门口给他画过来，我直接拖你去画掉呀。那是伊的意见啦，叫你卖画在你头前嘛，唔是安尼。咱刚才让听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帮他完成。我们不是说听百姓的意见，我们听的意见是要听专家的意见，专家的意见你要听，有的根本就不是专家，你就不要去听。啊，什么是专家，什么不是专家，你自己要做判断，领导者要有判断的能力啊，那不是。第八点，领导者要有说服的能力，就是说服他人。来，这点真重要。什么叫说服他人？我跟你问，咱在座这么多人，两三百个，你今天有没有说服到一个人以上来参加台湾民众？你有说服一个人以上的，请你举手。我手放下来。啊，你从来没有说服半个人的，请你举手。那我现在那有半个人啊，拜托哎。你都无咧听话，我这里跟你开玩笑，你也真正有半个人了吗？天安门事件，中共的发言说天安门没有死半个人，
我你有看伊讲七句话吧？对吧？啊，真是气个，老个代志是是几千个、几万个，对不对？那伊讲我讲无唔对啊，那我还是半个人。刚刚看了，我跟你们讲没有介绍半个人请局长，要真正几家去？要听话，你要注意啦。注意讲，因为我即马讲的是北京语，你就听有啊，对不对？你要注意每一讲的这一句话，内底迄个意义伫多。我你讲的话，你也不一定要相信呢，你也自己做判断呢。所以讲，你要有说服能力。做领导者，你没有办法说服别人，你要做领导人，你会非常辛苦。这句话就是讲啥？你必须要体制内运作的执行力，体制内运作的执行力，这是说服力啊。你推动一个政策，在咱这个体制内底，要将这个政策给推行出去，和每一个人都能来做，这是说服力啊。所以咱大家人一定要共同研究，这是非常的重要。第九点，非常重要，我们要有传承的心。什么叫传承的心？就是要提拔后进。讲较简单的，咱来叫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来出来替百姓做代志。你莫想讲你上敖，你一定要提拔下骹的人，少年甲提拔出来。讲简单的就是讲，我们要去发掘人才，让遐有能力的人出来替社会来服务，啊，咱这个社会才会进步。咱台湾才会进步。你唔能惊，干那惊讲你提拔别人起来，啊，你家己我都做一个主管。咱台湾后摆社会，每一个人拢会真侪钱，每一个人拢有头路，每一个人拢有厝，有厝有头路，啊有钱。每一年十个月做工课，两个月互你休困，啊，你遐侪钱要创啥？咱每一摆伫遮讲的，中华民国开始拢对咧做，你敢知影？恁是以前咱讲的土地、房屋、实价买卖有无？伊即摆开始咧做，你有看？咱讲的每，所以我刚刚甲你讲，国民党绝对拢是咧听咱的上课。四十万人伫咱的网顶，每一工内底，尤其咱若咧上这个课的时阵，一定甲你偷听，咪个好像公开了，这电脑嘛。那咱所讲诶，咱有讲，我们要把台湾变成一个医疗国，伊嘛开始要做医疗国。我们只要一讲，伊就开始去做。咱若跟伊讲，无两过一礼拜、两礼拜，伊就开始做。当然，对咱台湾本身有好处诶，我们欢迎，因为安尼省咱的力啦。我们接掌政权以后，我们的力量比较能够集中呢。那个十八岁以上的查甫查某，厝内底若无老爸老母，若两间以上的厝的，政府拢给你一间。伊嘛开始去做，伊嘛换什么三间啦，还有什么税率啦，伊是很主席的制度，他没有办法突破，所以伊就换一种的方法。所以况且伊这方法在改啊，无必要。以这个政权哦，一定要完全换掉。我们民政府一执政，当然可以做得很好，因为我们没有包袱。你敢知影是安怎？咱台湾民政府一直不肯接受人家的募款，因咱足惊欠人的人情啦。但是咱搁走入一计，我们没有接受人家募款，无人甲你热捐，咱嘛是照常会当办个遮尼好。但是遐日本人来看，拢惊着，真正惊着。伊讲，尤其咱是这边，八月十二到十六要去日本，因为今年、去年有这个三一一的紫妈咪，就是迄个海啸的事件。咱甲日本讲好，八月十四，因为找过咱个靖国神社，八月十四我们去种树。因为
经过海啸以后，遐个土地物件拢去予迄个海水啊破坏掉。咱家讲，阮来进球啊！咱个驻日代表去甲日本人迄崎玉县讲的时阵哦，日本人全体的日本人震惊，伊讲。阮以前日本人伫咱台湾伫统治，今日换恁台湾人咧甲恁教，我们竟然没有想到说要去植树。作为议员，很多县市的议员主动跟咱联络讲，你来我这里，我们全部招待你们。咱讲不要，咱讲你干哪找地出来，阮来种。日本人讲，我们马上发布新闻。即马遐日本人的新闻拢知影，拢愿意来。一张树啊，卖咱1000块日币。你家己种，你要种什么树啊？种好你甲种落去，你的名片，你的名片啊，迄名牌啊，你甲写台湾民主有啥物州、啥物镇啊、啥物人。放在旁边，你会怕怕顺顺去看，还有一个，我跟你说，我说、喔、那是够俗啦，1000块、喔啊、日本人就给你顾一世人，还怕死去，万一如果真的去种了死去、喔、我给你保证，他在你头晚还种一人下去，因为你的后代会去。我跟你说、喔、我们这样子，我们连续3年去3次、啊、你那个地方敢围出来，我去甲种。咱这边的赴日啊，有很好的意见。我即马话说的安样吼，只有剩下12个位置。对，咱这个班有6个位置。您家己要参加，无要参加，你得当去咱的中央办公厅明仔甲登记。38000。啊，过来下一个礼拜迄个班也有6个位置。当然啦、啊。您去的时阵，爱记得，你是台湾民政府正式阁员的身份过去的，一定要服装仪容整齐。咱即马吼，真正即马现做些国旗班呐，咱就无改讲去做这吼、個，因为吼，迄最后啊问题足多，哦，连咪做了长，连咪做了这东西大部分拢好势啦，啊，因为吼很少部分哦做了袂好势，啊，我也很烦呐、啊。我安尼赶着去买一遍的，啊！有人甲我问我买对买，先讲哦，我伫讲我咪是出去做广告哈，我嘛无来家乐福着，好在你先甲我讲，啊！我即卖你叫伊讲家乐福我投资的，家乐福伫买，你家己去试，只要那个形状跟咱的同款就可以了，纯黑的，这就咱的这吼，我即卖穿的这唔是，因为吼我每天在活动。啊，所以我衫在换来换去。啊，因为我若讲常常含遐官员伫斗阵，尤其是美国遐官，伊讲就是我无换衫咧。我逐天穿乌色袂使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要有一点变化。啊，这点你们应该可以谅解我了，对不对？是不是可以谅解我？嗯、但是恁，我都要甲恁要求歹势。恁若伫外面若穿出来，拢爱穿这吼。去日本，这次去日本，赶快，咱这个班很注意，这个班6个位置，啊，下一个班6个位置，这样子全满了。啊，同时你去的时阵，还佫准备1000块的日币去共买迄个球啊。哦，安尼你要用甚物名，你佮来决定哦好。连续3年，有一块地，日本的地。可以给你一个定为台湾民政府专门用地，买地免钱啊！但你的囝囝孙孙会当去看。你讲迄当阵日本海啸的时阵，恁阿公还是恁阿妈捌来种一丛树啊，啊，即马变成遮尔啊大丛。所以呢，我鼓励各位，因为这边吼很特殊啦，这边除了去种树以外，还有一个。就坐迄哈杜巴士，入去装卡，互你去参观，讲人迄个都市哪尼啊清气，
啊，为什么会保持这么干净？你阿爸，你弄政府官员啊，你要施政啊，你爱看人把人安那施政，你当作你的参考啊，干不是？所以我是鼓励，尤其年轻的，啊，这少年呢，38000不是一个小数字，我知啦，但是值得，啊，值得，我鼓励，你若有时间，应该去。8月12号到16号，啊，那春天呢，较大团呢，迄是12月20号到24号，迄边也是本田红接收，啊，要靖国神社。所以我头先讲啊，第九点，哦，爱有传承的心，提拔后进，就是讲，互有能力的人来替社会服务。这句话是包括我的士大人常在讲的话，提拔有能力的人出来替社会做代志。讲这句话原则就是讲，你要家己假设讲，咱家己能力比别人较歹，啊，或别人有能力出来替社会做代志。最后的一点，如何当一个很好的领导人，就是你要有实践的能力。做什么代志，你要有，我没有把它完成以前，我不休息。以台湾民政府这几年的代志，你敢看？为2004年开始，我研究这个论述，到今日，我有受到多少次的打击？有足多人讲啊，你唔对啦，啊，台湾要建国啦，要独立啦，这款的话我听有够济。我从来没有改变过我的心态。有当时啊，去外口讲讲的，啊人歪接受，等下出来的目屎黏黏的，气到干，搁再一摆，搁徛起来，真正是经过千辛万苦，虽然无劳费，但是劳工是劳足多的。所以我今日讲。你想讲带领大家人去冲、去打，我做不到。我绝对讲，你用迄支笔，我们用一支笔能够打倒全世界。啊，恁也嘛无军队啊，啊你无军队，你就用迄支笔就好啊。你若真爱劳费，你去劳，互别人去劳。你也看啊，占领立法院啦，占领省政府啦。这种都是不是聪明的举动啊！我跟你讲，啊，你就执政啊，而且什么样的逻辑？看到有人讲啊，水源一直在扩建，所以林志升不会执政，啊，这是什么逻辑？我想无呢，我希望咱在座脑较巧再来跟他讲，是什么逻辑？我是真正想无呢，对不对？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咱大家各位，你今日参加台湾民政府。你要以台湾民政府为荣，等到你在执政的时候，台湾民政府就会以你为荣，这是我们的希望。所以希望我们党的人在我们党的地位那个职位上面共同来努力，共同来打拼，这样吗？多谢。来过来呢，我要来讲绝对机密档案。我要来讲《绝对机密档案》的第四篇。明天下午11:30的考试，就是考《绝对机密档案》。考试的内容有100题，是非选择很简单。没啦，你免烦恼。这比迄个啊，这滚雪的考试哦，简单足多。滚雪的考试，坦白讲，很难。甚至有当时考啊，专场来考啊，一位60分的都无。但是你免烦恼，你呐，只要你读，今天晚上念一念，明天早上再念一念，你会考得很好。
因为我袂当一日干一天干唔干，互恁考不及格，安尼将你的信心拢拍歹，拍歹去，对不对？我嘛有偶尔啊，爱互你考较好咧，啊，你较有信心。啊，但是要考好，爱通诶。啊，你基本分数用米皮纸也好，安尼有十分，太简单了。有做笔记过十分，不要打瞌睡，又有十分，按三十分啊。啊，有简单无？才细声咧，有啊无？也别太大声了，我也错到呢。来，绝对机密档案，台湾已经向中国说 goodbye， sayonara， 再见。1951年8月12日，美国驻印度大使 Henderson 自新德里致美国国务卿紧急密电，秘密电文提及 Chuck 说，如果日本放弃其对千岛群岛、华泰以及台湾的全部 title， 那么以后这个 title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放弃 title， 哇！日本第二条的 B 啊规定下，日本政府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那个 right 权利 ，title 呢也是一种权利啦，就是一种名义啦，哦，放弃那名义。那么以后在签约的时候，日本就已经没有权利将这些领土割让给苏俄及中国，因为合约第26条规定，日本政府在后续与任何国家所签订的合约中，不能赋予比目前合约更多的利益。印度在条约签署前已经明白美国要保全台湾的用意，不让中国共产党染指，以日本政府放弃主权权利，这些管辖权的方式来放弃日本台湾，但是保留台湾的残留主权。日本政府不能主张台湾问题，但是可以确认台湾问题。哎，这段话啊，是很深的一段话。日本呢，那叫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的 B， 日本政府放弃 all right。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是放弃主权权利，这个主权权利等一下管辖权。日本天皇有主权，但是这个管辖权日本政府放弃，就是说他仍然有残留的主权。以上的说法呢，你必须和美国国务卿主持的会议上来接轨，才能深入了解。各位你看看哈，我咧看，我咧写这文章，我唔是干呐看一项。我看很多，然后包括因国务卿开会这些资料，我能够把它结合出来，我叫我都来分析。迄个时阵，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引导你想什么物件？伊遐讲，1951年3月21日，在美国国务卿主持会议以后，提出备忘录，提及杜勒斯提出和平草案的条约的各种报告。日本政府将放弃对台湾的 title， 但是不会提到台湾的未来。日本政府对台湾的权力根源 title to Taiwan 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对台湾对日本台湾的主权权利，就是 right of sovereignty， 就是管辖权。旧金山合约剥夺了日本台湾的主权权利。就是管辖权以后，日本政府立刻丧失在日华台北合约中将台湾主权自日本转移给予中华民国的权利。流亡中华民国声称台湾主权已经依照台北合约自日本移转给中华民国，其实这是笑话一件，是国际笑话。我在这里想写得非常清楚，所以有当下对外口的人，你甲咱攻击，我都不回应。安那不回应，因为这些人程度太差，尤其国际法这方面的凶险啊，实在是太烂了。伊无读国际法，无读渐进法，要来跟我辩论啊，这个国际条约啊，我干嘛讲？我根本就不爱跟伊辩，那是小学不如啊。我哪会当等，我就等了，因为这类代志总有一天美国自己主动。会出来讲，终于等到了。美国最近连续发表六篇影片，哪一篇影片不是我林秘书长说讲的、说写的？
每一篇都是，每一篇都是按照我的重点一篇一篇出来。所以有的是不是有的人说啊，这是不是你叫人创的？我没那么大的力量，我没有那么大的魔力，但是我写的这些文章，每一篇文章每个都真真正正，尤其我在演讲，像你今天我在演讲，他们有三个人把它翻译为英文。为什么他要讲找三个人来听我的演讲啊？给翻译，因为因怕有人会翻译错误，所以一定会有三个人同时录影、录音啊翻译。所以，咱来让做个这点，我们台湾民众感到非常光荣和骄傲，因为咱的法律的研究，会当打动美国，和美国人确确实实来了解。所以对台湾遐媒体，尤其遐争论遐，坦白讲，我就瞧不起。妈妈不爱去，谁人不爱去？以前某一个电视台，我不爱讲啊。去讲讲诶，可别讲一播出一个小时，拢大概拢叫我去录影一个半小时。我是奇怪，啊，你们时间一个小时尔吗？原来一个半小时了啊，一嘎嘎掉。他们要用的他剪去了啊，不要用的嘎嘎掉。只要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我若讲中华民国以后，啊不是中华民国，伊就嘎掉。我讲这是日本天皇的，伊嘎嘎掉。啊，伊讲你往哪边去？啊，去啊，搁较久嘞，教育台湾人愈来愈嗨啊，啊不是。所以呢，你啊看咱前主席看的这物件，我拢是连英文拢甲翻译伫内底，互你看，不是讲表示讲我乌白写乌白讲啊。哪一个不是事实？1951年的八月二十九号，也不止1951年的八月二十九号是签约前嘛，签约当时9月6号嘛。南亚事务办事处威廉有关印度决定不签署对日合约的备忘录提及。你知道印度伊不爱签的原因是啥？伊感觉讲，啊你若签落去吼，日本未将台湾交予中国。阿拉以外，所以那当阵是印度是同情中国，在迄个时阵呢。当然，今嘛呢，印度跟中国发生的边界战争，你后今嘛不一定是同意啦。这可见讲杜勒斯呢，他有眼光一看较远。啊，你要看国际上看了，伊讲我是说美国啦哈，代表美国，我方告知。印度政府如果日本台湾归还给中国的日期依其印度政府建议为未定的话，这等同合约未解决问题。你看要签一个合约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当时啊，杜勒斯曾经和世界强的国家都去拜访，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得到加拿大总理的办公室的机密档案，美国机密档案他不给你，结果从加拿大的总理的办公室我们得到机密档案，全世界盖伊联络的包括美国跟他联络的事情拢从整个交给我们，所以咱对咱经过的研究有很好很大的帮助。所以有人在提议说，后来台湾民政府成立以后接掌政权，我们应该开设一个战争学院，招收全世界强的国家、不强的国家都来这里念战争法。但那个时候我跟你说，真的我们的战争法，我们虽然很弱，但我们没有输出武器，我们输出法理，也不是很多钱的。但那个时候啊，各位真的台湾人啊，可以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印度认为所拟定的合约不会受到所有利害关系国的支持或赞成，他的意思就是指共产中国和苏联，因为第一，日本台湾并没有割让给中国；第二，日本的千岛群岛及南华泰没有表明割让给苏联。至于日本台湾问题，印度已经表明将继续支持其自己的观点，这是宣告日本台湾将归还中国，有助于在远东创造和解的条件。印度没记得一句话了，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啊，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尤其台湾已经实施的明治宪法，当然不会割让给中国。但是中国按照马关条约，中国的皇帝已经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天皇，一直到今日为止，这块土地要跟日本天皇的手头，并没有转让给其他的任何人。以上文件可以得到结论，由印度拒绝参加对日本的合约签署的理由，我们可以明白日本台湾从来没有割让给中国。这个中国包括两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因此日本台湾主权不属于中国是完全可以确定的事情，简介说的就可以完全100%的确定。明确的指出，我方指出，这个我方就是美国，美国的美方啊已经顺应了印度的观点，修改了3月28号，其实哈，这里来电我有看，应该是3月23号诶，合约的草稿，不是28号，还可能笔误哈。你看，我说每一个地方都把它写得非常清楚，让日本能够保留琉球及小笠原群岛的主权，由上面描述1951年8月29号。合约签署前的10天的备忘录内容可以得知，第一，纵然印度为了不愿意得罪中国，坚持日本台湾应该割让给中国，甚至于不惜以抗议的形式拒绝参加合约的签署，仍然不能动摇美国不将日本台湾割让给中国的决心跟决定。经过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签署，可以了解已经没有开罗宣言的情节，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两岸中国人如今尚且有人迷惑在开罗的情景之中。这是刚才不只是中国人，含咱台湾人赶快要过两天建议讲哦，开罗宣言没有签字不算，有没有签字都一样了。在国际法上面，特别是欧美这两个所在，你只要有握手，等于是签字一样，握过手开会，你现在上来讲，那就已经是签字了。所以你有没有签字，开罗宣言有签字没签字，对事情影响不大。哦，其实这是真早以前的一个台湾的留学生在美国就老早有发言了。哦，不是很主席有一个沈教授啊，你讲一发言。不是他发现，是以前台湾人在美国留学的台湾人都发现了。第二点，可以证明法理上日本台湾和日本琉球都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国土，在印度的观点上，对日本台湾是坚持应该归属中国，而对琉球则应该主张仍应该归属日本。这种以自己国家的利益考量的政治立场，到底是不能抵触万国公法的法理约束。尽管印度极力的讨好中国，但是在1962年间印度跟中国发生了边界的战争。要话哈，这里国家跟国家的迄个政敌啊，有当时啊哈，你太意气用事都不对。这个世界上的往来还是要依照那个国际法啊来实行，安尼可能较好。第三点，事实上对日本合约拟定的时候，赞成日本台湾割让给中国的国家有英国、苏联、印度和中国，反对的国家有美国、澳洲和菲律宾。总而言之，不论是赞成或者反对，总不能违反国际的万国公法原则。所以我们一直点你可以说，万国公法不只是你日本、你美国，包括你中国都应该去遵守。第四点，由合约的第三条的琉球处分方式的模式可以得知，所以琉球托管就是由日本保留其对琉球的主权，而主权权利方面则是暂时移转给美国，因此可以确认主权和主权权利是可以分开处理。而主权权利虽非是非天赋的，
而且是可移转性，而主权则是不可移转性的天赋主权义务，两者是不可分割处理的。韩国1905年和日本天皇签一个并合条款，日本呢，日本天皇只有得到管辖权，可是没有得到韩国的主权，因为韩国的主权当时仍然由韩国政府拥有。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条，日本放弃对台湾对这个韩国的管辖权以后，就是二 A 放弃对韩国的管辖权以后啊，韩国马上可以宣布独立。我跟你们请教，但是呢，日本放弃对台湾的管辖权以后，台湾没有办法独立的，因为东西是主权和管辖权同时割让给日本天皇，这是两者不一样的地方。韩国是一个殖民地，东西台湾也是殖民地，但是因为那当时是中国有放弃全部的这个主权权利跟主权，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天皇1945年4月7日啊，4月1日已经实施的明治宪法啊，那个时阵当然日本天皇已经从台湾这块土地变成他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第五点，由本文可以清楚了解，日本台湾地位是基于国际法，而不是民族感情。日本确实建构了日本台湾跟日本琉球的神圣不可分割的地位。啊，这就是咱问的，咱这里上课哈啊讲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要跟他上到这。啊，咱看咱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有问题要问我。我再讲一遍。来，这个班长，这里咱即马啦，受训结束，我们会有一个阁员的资格证书。那那郡守除了有郡守证书以外，也要因为郡守也是阁员，所以你两个证书都要有。你后摆做迄个郡守的时阵，你才会做得顺顺当当。啊，我是建议讲，你即马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成立那个郡的时候，应该联合两个郡守、三个郡守一起联合。啊，办公室免去共租，用你的大个所在做一个办公室都可以。我们没有要求你马上要做成多大多大，没有那个意思。各位，你有什么问题别问我，什么问题都可以发问。秘书好，请教一下秘书长哦，这次那个奥巴马，稍等，是，你应该哈爱公立三米郎，啊是，啊什么州，你名字叫哪个州嘛哈，啊你是什么州？啊你讲郡守，你讲郡守，啊那不是郡守，公立是阁员三米郎。我是台北州啊郡守侯承义。那今天有个疑问哈，想要请教一下秘书长，就是说有关于这次奥巴马他到那个大韩民国去访问哈，那他怎么没有把，就是之前有听说那个新闻说有要将那个朝鲜皇室的玉玺哦归还给南韩政府哈，可是为什么他的玉玺确实没有归还给他？那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样的意思？事实上你讲的这代是报纸的传言呐，我没有听说奥巴马要将那个玉玺还给韩国。我是没有听说了哈，哎，报纸有讲哦，可能要了。我说可见的哈，报纸的事情呢，你不能相信呐。不知道几刚干嘛讲哈啊，台湾又与某某国家断交。啊，台湾就从来没有跟人建交，你别跟人上面人断交。这里报纸哈，我让你跟他讲哈，用秘书长，台湾民主执政以后哈，只要管好媒体就可以。因为现在很多时台湾人是媒体在统治，媒体如果说这样大部分都会相信，你如果觉得这样请你举手，
媒体人安尼讲，恁就相信了？你嘛较拜托，你嘛听好清楚。我错一条，哦，媒体讲安尼，你就相信？你要有自己的判断。我唔听到讲做一个领导人，你要自己的判断能力啊，是不是？因为你太过法律啊呢。你不要相信那个媒体所讲的那些话了，一半以上都错误哎。所以有当时我不知道我的无先那样看，但是我有当会看看联合报啦、中国时报，原因是啥？我不知道到底引起什么啥。啊，即马含自由时报嘛无先那样看。啊，有啦，最近有人会甲我讲，哇，即马伊开始伫骗啊，我讲是早晚的事情啦、啊，早晚会骗啊，绝对骗为咱家来变烦恼。那各位要有什么问题？秘书长你好，我是台北州胡登泰。我想请教秘书长一个问题，因为这在看以前秘书长文章有一点可能还不太懂的地方。那这是那个绝对机密档案第九篇后面也有提到，那第52页还有提到说放弃 all title to territory 跟 over territory 的不同。那因为看起来我的认知好像是放弃 all title over territory 放弃的是主权嘛 ，sovereignty。那放弃 all title to territory 是部分的那个主权权利而已。那可是秘书长以前的也有写过文章，有提到说日本在合约所放弃的标的是 all right to Taiwan 加 all title to Taiwan 加 all claim to Taiwan 等于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因为这个都用到 over。那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差别是在哪里。好，谢谢。我告诉你，这个 sovereignty 这句是最近的100年之内才发生的啦。这个 territory 呢，这个字典老早有啊，领土。所以这个你要看 all title 上面并没有加 s。 我会记得我有一篇文章，你不知道有看有对吗？就是这个就跟意大利条约签的时候的第40条，里面呢，伊就讲意大利放弃 all rights, titles and claims， 还是不同款啊。在这个所在呢，这个 A 加 B 啊 ，all title to territory 加 all title over territory 的说法，这个 over territory 就是讲是这个领土啊。有被移转的成情况，这不一样。一个用 to， 一个用 over。这讲起来都爱上英文课哈，这可以清楚了。所以你还是建议讲哈，这个 A、B 两个，你把它多念一次两次。因为咱依然很主席在台湾的这个英文教育，你看无不要紧，你加读几遍啊。你这个问题哈，他们讲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若跟他读一摆，我跟你保证，你绝对读不会。但是我们来跟各位讲哦，这个物件呢，你可以多念几次，啊，慢慢的念。特别我只有这样说明，你不一定会听得懂，你要靠你自己去体会，啊，要去深入了解才会知影。啊，也不同点，我写得足清楚的，啊，这个叫做 all title to territory 跟 all title over territory 两种不一样的说法，安尼好不好？啊，所以你呐看了后，你确实看了以后。啊，有机会我会再跟你说明更清楚。各位还有个问题吧？秘书长，啊，以及咱各位各位南面的军事长哦，我是台南州的翁明虎，翁明虎。我今麦要讲的问题就是。咱即摆目前吼，人员虽然要到，但是啊呐，我是认为讲，咱阁需要足侪阁较优秀的人员入来。我是一直伫网络内底吼，不时咧找看有阁较好个无，安尼。啊，我最近伫即个咱网络奇摩知识内底咧知识片内底吼，我有发觉到奇摩知识片内底政治诶政治方面遐吼，有足侪好个人才伫咧。我顶两礼拜前，我台湾去啊试一篇，台湾到底是对一国人，
哇，结果安尼五六十篇出来就对啦。理念真好诶，有够侪就对啊。有一半啊，理念较歹诶，啊，结果会产生一种口语战争，你也毋知吼。较好诶人会去叠遐讲较歹就对啦。啊，所以讲，如果咱遮个人郡所来当谈主视频，你要搁注意一下吼。去啊找，我相信会找到搁做者较好诶人才来为咱台湾民政府做一寡较好诶贡献，伫遐对。啊，谢谢，谢谢。謝謝我相信吼，伊讲这句话吼，上个点啊，恁各位吼，爱点来使用恁的 Facebook、啊个 Line， 啊广招所有的人来加入恁的 group 内底，因为呢，台湾人需要教育，你若干靠好的教育，咱的世界就歹看。需要教育，特别是我们上课的东西，恁只要掌握你上课，还是咱铺在网络上的文章铺给他们看，尤其最近。这六篇的那个 YouTube 顶个这影片，那铺给因看麦啊！我讲遐论是拢爱倒啦，你免烦恼。因为我讲的问题有小可有较深，啊，这较深就爱上初级班、高级班，一步一步。啊，上到即卖的时阵，恁这格员资格要摕这证书的时阵啊，你们才有办法去真的深切了解。其实我嘛知影讲，咱现在是新皮肤，我呐每一个人拢了解，未必见得。但是若有一部分会当了解就真好啊，尤其这个九月十三的时阵哦，这四个美国人要来，我要从里面来挑一些人，来和这些美国的律师，我们坐下来来谈，他会跟我们有很多的意见，跟咱教讲要安怎做，啊，美国的态度是虾米？这东西我们民政府要努力的方向。我刚才要讲一句话，我们不要意识形态太浓厚，我们要用智慧。来取得胜利，安尼好唔好？嗯，那各位要个问题不？秘书长，各位同心，大家好，我是新竹州新竹郡的李宙宇，我想问一下，就是7月9号在北京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跟这几天。美国的第七舰队吧巡逻南海的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时间点，可不可以请秘书长做个评论？这样子，谢谢。其实美国的态度会非常简单，美国会倾全力去支持日本7月1号通过集体自卫权，而且已经公开表明，美国愿意倾全力来支持日本的集体自卫权。是不是叫集体自卫权？本来美国的和平，那个麦克阿瑟做那个和平宪法，是将美那个、日本人的手拢给拔起来，你都要点点，让人给你拍，让人给你出手，你才能回手。这是以前的和平宪法，但基本自由，这个集体的自卫权通过就不一样了。伊基本上就手给放开，什么人对于有什么威胁的话，只要有威胁的动作，一旦先出手。这是完全符合日本人的特性。日本过去在亚洲的这个国家里面打败苏联的什么人？日本。打去到美国的什么人？日本。日本有一个特点是啥？伊拢点啊出其不意，讲较歹听就偷袭啦。但是我不爱一定，因为咱嘛算日本人啊，所以我不爱用偷袭啦，我用奇袭，奇怪的奇，奇袭。所以你甲看吼，伊还未通过以前，中国吼足畅销诶，什么白面派飞机啦，离开钓鱼台，迄、那个尖阁群岛吼，足近诶啦，伊还甲巡逻啦，有无？足畅销有无？啊，伊即卖通过啊，集体自卫权通过，啊，你中国不过畅销，我看卖啊。其实，我私底下得到的情报就是讲，美国很希望日本。能够跟中国有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你要看小规模，即马战争啊！我跟你讲哦，我今日甲有关单位当然讲美国了，伊甲我讲一句观点啊，即马战争唔免陆军啊啦，陆军是要创啥？即马战争拢是用空军呐、啊，用无人飞机，日本、琉球。Okinawa 普天间基地
无人飞机数字啊，你会惊到？你部队是要创啥？你要买伊都防空都无效，我跟你讲，炸弹也去给你找防空，你窝敌队伊都两厘米，搁给你弯过。所以啊，中国唔敢战争啊啦，啊战争也足歹看的。当然，我的这个意思，因为你知影政治人物啊，有当拢会给你煽动呢，激起你的民主意识。这足危险的。当然啦吼，你看看这个习近平现在也都知道这个事情，他最近出手啊，在整理什么？整理那个军队，已经什么军区的什么司令员啊，后勤司令员啊，因为一个一个给修理，你没你看，以前军队他哪敢修理？但是呢，他这个修理呢，也对他不一定会有好处啊。因为不知道对一天他把他逼到某一种程度，他还没跟外面收钱，他自己先建了，美国也希望这样。所以美国的国防部是很坏的，但是国务院很软的，每一次如果发生事情，只要国务院说我就转交给国防部处理，事情马上解决。因为美国的国防部是态度非常坚硬，你无照国际法来，伊就给你拍。所以你头先问的这个问题呢，不管以北京怎么开会了，美国国防部坚持他的看法，你奥巴马都要遵守。所以，有关单位跟咱讲一句话，足明显的，伊讲 Roger， 你们不要着急，你们只要按照你们的进度往前走，总有一天，而且很快的这一天会到达，你们会接掌政权。来，过来，各位有什么问题？请教秘书长，我是台南州啦。你也讲你对一州什么人？台南州，我姓林责任。啊，你也无穿这吼？我歹势，我这个衫袂也袂啊，衫袂买啦。衫袂买？等下买，等下买，嘿，歹势。我请教一个问题吼，迄、那个咱有人问在讲去各美国政府无，各银行有无？啊，有五点，结果其中有一点讲是美国爱主动来处理这个问题啦吼。我即马想要了解，就讲爱讲 schedule， 就讲一单、十单还是偌久啊？等下没有 schedule， 问题是你台湾民政府准备好了没有？啊，真好佳哉！9月13号到26号，美国的最高检察署，尤其是咱各美国迄个法官，唔是法官啦，迄个律师，伊要来。我这个问题留到迄个时。好你直接甲问，安尼好冇？安尼上较清楚嘛。我即马甲你讲，我即马讲是一定照我所讲的嘛，对不对？啊，等伊本人来，啊，迄、那个司法部最高检察署迄种终身制的，你甲问，伊来甲你回答。那时候当然啦吼，你若要问这个话，你要很有技巧性。你应该甲问讲，如果行政那个立法，行政单位不做的话，按你们这些律师要怎么做？你这最高检察署总长啊，啊，你要怎处理？哦，你硬判落去啊，啊，美国行政单位不爱做，啊，你要怎处理？你都爱跟那个问，因为有权利啊。当然啦吼，这我与我今来讲，伊在弄你转播吼，我不爱讲伤多。实体下，我们再把那个团队讲个会先啊。这问题，你讲个这问题不错啦，嘛是我所想的问题，要来处理的代志。咱你们看呢，这边吼，虽然因是公家好来吼，我们要花很多钱呢，对不对？但是我袂跟你无关，你免烦恼。我们民政府自己解决，安好冇？那这段蛮好啊。
来，各位要各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稍等一下。讲教育用好了，唔啦。漳州新方面，吼，啊，惊大家拄久问些较趣味的问题啦，吼。忽然间想到幻想问题啦。民政府伫因为之前的时阵，万一日本加中国，还是美国加德国发生即时的战争，吼，安尼有可能是会什么状况，咱爱来面对。谢谢。我们执政的时候会不会发生美国跟中国或者日本跟中国发生战争？我有说过，会发生局部的战争，小规模的战争，而且是很快的，也许是几个小时战争就结束。我若跟您讲哦，双方的武力差偌济，你绝对不爱相信。死搞你就知，唔免一天哦，啊，报道就结束啊。伊讲哦，中国宣布投降，就这样。来，下课，谢谢。我们再给秘书长一个热烈的掌声，可以吗？杨班长，麻烦看一下点线。